Yuki 啊，今日咧我哋起舞 at 西九咧嚟到 Empress 入边收集咗好多唔同嘅舞蹈动作，咁不如等我哋介绍下我哋嘅舞蹈成员。Hello， 我系刘燕。Hello， 我系 Fiona。Hello， 我系阿 K。Let's make a dance。Good show 。因为依家好热，所以你要去啲有冷气嘅地方。一开头咧，你哋就话因为好热啊，所以咧。要去有冷氣的地方，同埋要睇下嘢啦 ，shopping， 同埋食 high tea， 同埋面條。Thank you， thank you， thank you。我想問一下你，你放假最中意做啲乜嘢啊？放假冇乜嘢好做喎，追下劇咯。睇到大結局會好緊張係咪啊？大電視啦，跟住咧睇到大結局嘅時候咧會好緊張，又好開心係咪啊？好緊張又好開心。所以咧，你去行一個 gallery， 見到一幅畫係好大嘅，但係你慢慢睇後邊，睇到左邊。你要望呢個畫，跟住你去行下第二度。哦，你行係 gift shop， 你會見到一個上面嘅 big hut、big hut、small hut 紀念品。誒，呢個係 M plus， 帥 M plus。咁我睇咗啲咩係最中意㗎？墨水畫。哦，你有冇話有冇話嗰個邊幅係最有深印象㗎？佢嗰啲山水畫系列。山水畫係咩顏色㗎？嗰、那個山水？黑色咯，水墨咯。黑色，即係冇，我冇其他綠綠紅紅嗰啲都冇嘅。紅色嗰啲就係嗰啲花魚。花魚 ，OK OK， 好啦，咁你頭先咧就講到話有山啊、花魚咁嘅，有紅色嘅係咪 ？OK， 咁山咧，咁我就 OK 好啦，咁我就。山是很硬淨的山 ，OK， 是綠色的，是不是啊？呢個冇顏色的 ，OK， 很硬淨的山，冇顏色的。咁然後咧，紅色是很嬌豔的，係咪？嗰啲顏色係，跟住就是咧，係一朵花嚟嘅 ，OK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刘燕啊。啱啱同葉太傾偈，佢話最中意同朋友一齊去韓國同多奈追的。Hello， 大家好啊 ，Yuki 啊，啱啱咧同咗班老友记倾偈喎，佢话咧夏天嘅时候好中意喺冷气房。Hello， 我系 Fiona。Today I spoke to Charlotte. She told me she had a square-shaped meat for lunch. Hello， 我系阿 K 啊。头先咧同一心妹妹倾偈，我问佢今朝食咗乜嘢，佢话食咗麦芽汤啊。I also spoke to Circle. She told me she made a dinosaur. 另外咧，我仲同咗 Lolo 妹妹傾偈喎。佢話咧，佢今日咧抱住一個好開心嘅心情。我又同咗 Haley 傾偈，佢今日早餐食咗麥包。我同 Kelly 傾偈，佢話佢最中意游水。